Happy birthday, Andrew！ 拆礼物。小猪，小猪，有手表。You need help? Yeah. 要拿，你先拆掉，然后底下住了。嗯。防治了，我们要重新。我们去拿工具好吗？公主拿起来让大家看是什么？你的礼物啦！你的礼物拿起来啊！妈去拿工具。拿工具哦，这是妈妈送给 Andrew 三岁的礼物。现在是你三岁了吗？对啊 ，Andrew 三岁了，叫。Penny the Pig， 这是爸爸妈妈送的。好、哦，爸爸妈妈一起送给 Andrew 的 Piggy Bank。Piggy Bank， 小 Andrew 从小开始存钱。存钱？你要钱？你要钱？那你要赚啊！你去跟他公讲。要跟他公讲。你不要去台湾呢、啊！你不要去台湾呢、啊！我坐飞机，你舌头会痛，那个舌头会痛。坐飞机舌头会痛？嗯。是吗？是舌头吗？这是 Andrew 的气球。Andrew 的气球叫什么名字？阿蒙。阿蒙。So cute. 要投钱。要投钱。那你要赚钱啦、啊。要赚钱。对呀、啊，你要赚钱才有钱投进去。你没有赚，你不会自己拿钱。你要赚钱。你没有跟妈妈、爸爸说什么？跳好了。啊？跳好了。不是跳好了。跳完了。送你礼物啊，那你要跟爸爸妈妈说什么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Happy birthday. 小猪。Do you like it? Yeah. Yeah. 你可以转过来看一下吗？抱着小猪，让我们看看。Yeah. 你要给小猪亲亲 ，kiss. 啊，再一个。So cute.Say bye. Bye.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Kiss bye. 跟镜头 kiss bye 了。